什么你们现在都不说话了呢？好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点赞看走秀啊，你可以不点赞，我也走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点赞，我也可以走给你看啊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桂林景仁林肯之道体验中心的直播间啊，我是主播周周，然后欢迎各位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桂林景仁林肯之道体验中心的直播间。然后我现在坐的车的一个后备箱呢，是我们林肯的一个冒险家的一个后备箱啊。我们林肯冒险家呢，全系标配 2.0T 加 8AT 的一个动力，它的马力是达到了245匹马力，390牛的啊。它的一个油箱的一个容积量呢，是达到了62升的一个容积量，它整体100公里的油耗大概是7个左右的啊，宝贝们，自驾桂林可以啊。看现场非常欢迎啊，就是我觉得我走秀的话还是要看现场比较好，毕竟我镜头感不是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欢迎各位啊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桂林景仁林肯之道体验中心的直播间。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？各位宝贝们，就是咱们就是还差那个什么80个关注，哇哦，这是我们林肯的啊，对不起，呵呵，我刚说，你还得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？自信即巅峰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很自信啊。嗯，还得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？我请你们吃米粉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请你们吃米粉。因为你瘦不下去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我瘦不下去？哎，这不可能啊！我绝对可以瘦下去的。咱们就是咱们的相约，不是还有20多天吗？对不对？哎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桂林景仁林肯之道体验中心的直播间啊！喜欢主播的话，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、点点赞啊！能不能请？能不能请桂林吃点？你想吃什么？桂林米粉已经是对你最高的接待荣誉了，知道吗？哈！感谢关注啊！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贝们，喜欢直播的话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哦，我还差70个关注呢，宝贝们，就麻烦各位动动金贵的小手指呗，就是要记住那句话，你我本无缘，全靠抖音这个缘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抖音你也刷不到我，是不是啊？不行，没有工资请不起，能不能吃点便宜的啊？天吃那么贵的，真是的，不要吃那么贵的啊！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桂林景仁林肯之道体验中心的直播间。然后我们现在林肯在售的车型呢，轿车呢是有我们新款的林肯自由，它的一个指导价格呢是在25.28到34.1的一个区间啊。那我们的 SUV 呢有一共有4款啊。入门级的话是我们林肯的冒险家，它的一个价位大概是在24到35的一个区间，它是全系标配 2.0T 加 8AT 的一个动力哦，是一个前驱还是前驱的一个车型啊，前驱的一个车型，然后四驱尊雅版的话就是四驱了啊。蹲在路边吃，对啊，不然呢？那不然呢？你还想在哪里吃？是不是？2两5块呀，没有涨啊，2两还是5块，没到那个啊。对，然后我们林肯冒险家的话，它的价位大概是在24到35的一个区间啊。我刚刚讲了哦，全系标配有我们的12.8英寸一个中控屏哦。它属于就是我们林肯属于入门级豪华的一个车型哦，它的尺寸都是比同级车都要稍大一点的哦。那我们的航海家呢，是一个
中型的一个美式豪华的一个 SUV， 它的一个指导价格呢大概是在32.88到47.88的一个区间之内啊。它是有两个型号可以选择的，一个是 2.0T 的，一个是 2.7T 的。 2.7T 的那一款呢大概是一个尊耀版本的一个44.88的一个价位啊。然后它是一个 V6 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都是一个四驱的车型的啊，大家这个可以放心。而且我们都是12.8英寸高清触控屏标配的啊。然后如果您的价位是在就是飞行家啊，飞行家的一个价位大概是在50.98到78.98还是70，反正就到80的一个区间吧啊，80的一个区间。然后它属于一个中大型的一个美式豪华的 SUV 啊，美式豪华的一个 SUV， 它也是全系标配，它是一个 3.0T 的一个动力，它的马力是达到了355匹马力，553牛的一个扭矩的啊。Hello， 欢迎啊！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贝们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桂林景仁林肯之道体验中心的直播间啊！喜欢主播的话，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吗，各位宝贝们啊！